快收拾好了不嘛？快了，还有这两条嘞。这个大的也死了。啊，我今天去瞅它飘起来了，这个大的也死了。你这个鱼不是好养的吗？咋为啥没养活呀？咱正好水不中啊，井里水凉也不知道是咋做。哎呦，我想等到他那多养几天，等到我嗓子好了之后，给他那个香辣的炖炖吃的。看嘛，我先给他收拾出来，不中冻冰箱的，等你嗓子好了，再吃这个大的。那这冻冻还好吃不嘞？也没事，应该是胶袋啥包住嘛。行，看看这多少斤鱼，这得有三四斤啊，光这小鲫鱼壳啊。可是。头都不要了啊！头不要。行，看这个鱼，这个鱼有一斤多吧吗？可有一斤多。你说多费事。这鱼净肉啊。嗯。钓这个可不小。可是的，这那前天又晚的时候去钓的。嗯。那个等到收拾完了之后，炸炸出来，给爸送过去这吧。谁让你爸吃不了？他咋不吃呀？这炸的鱼，他那估计也没鸟。啊，那不得是俺问问他吃不？中啊，姐啊，那你就是问一下咱爸爸，看咱爸吃不吃？吃了我晚点给他发快递过去。我一会儿给他打电话问问。嗯。那发快递，现在他们那冷的，路上都不中了吧？当面。也没事，但是他应该有冰袋嘛，让他放下应该就行了。嗯。两天都到了吧？估计。中啊，咱得让他炸好。行，呵呵。这个降低是不是可没呀？对。之前没多，之前太高了。对，我看之前太高，恁坐着小队喂他饭的时候，胳膊得抻多高，也累得慌。嗯。呵呵，这儿。妈已经开始炸鱼了。妈。哎。我这感冒着，闻见这味儿都想打喷嚏，我也出去了啊。好啊。嗯。闻见这个油烟味儿都想咳嗽打喷嚏。炸完了，炸一盆子。啊，炸完了。这会儿热炉嘞，等会儿凉了啊。找个袋儿，你给人把寄快递寄过去。中啊。嗯。确实不少啊。